就整天发脾气，啥都不干。你就等我打开摄像机，然后就说出这一句话。对，刚才就说，哎，你太美了，太好了。大家好，现在是一个周日，然后我们下周就要搬家了，这是我们在洛杉矶住的最后一周。那今天周日嘛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安排是，会在家里办一个 farewell party， 就是请我们所有的朋友来，聚一下。我们的 party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啦，小新做了很多工作。一个客人怎么样？谁？孔雀。孔雀在哪里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就打算在院子里办这个 party， 然后，孔雀，看到了吗？我们租了两个桌子和椅子，然后租了两把太阳伞，呵呵，以后也见不到孔雀了。你给我设计这个装饰怎么样？看了吗？看，里面有个洞。哦，你用这个把这个洞堵上是吧？做的都很简单，因为大家都是比较熟的朋友来，所以没有搞什么特别多的装饰。难道桌椅租花多少钱？小新，把小新心疼的不行不行的了。没有，雨伞太贵了。哎，你看那孔雀还挺灿烂的。怎么能在阴凉地儿底下？对。然后我们下午会请一个 taco man 来家里做 taco 吃，因为我们都很爱吃 taco， 我小新都非常非常爱吃 taco。为什么虽然是办 party， 但是弥漫着一股悲伤的气氛？他还挺期待去湾区，然后开始新的工作的。我也没有不高兴，其实我也挺期待的。忐忑，因为我们在湾区其实也有蛮多朋友的，而且，我还有很多亲戚在那边，所以其实去湾区应该过得还蛮开心，就挺热闹的。但是呢，又真的很舍不得离开这里。你看我们家后院多好呀！你看我们的，你一手打造的。你都造了啥？你就砍了一棵树。对，我们家曾经这里有是六棵树，曾经这里还有一棵树，因为我记得那棵树的树枝一直延伸到这个屋顶这边，然后那棵树是掉的树叶全都掉到屋顶上，所以我们就把那棵树给砍掉了。现在是下午3点多，然后还有一个多小时 party 才开始，大家才会来，所以我现在先来做一下小小的开箱。首先这个是我刚打开的，两瓶大的，然后两瓶小的是放化妆包里用。一拳的喷雾是我用过所有的喷雾里最好用的，它是布非常非常的细，然后喷出来就很舒服。你就可以随时补补水啊，或者是用它来喷湿那个化妆海绵，然后再上妆都可以。另外一个包裹，这个是来自 Matches Fashion 的，想起来了， Valentino 的包包。这只包是今年就很流行这种就驼色配一些帆布的这种包款，因为像 Burberry 啊，或者是旧的新的 Celine 都有推出这种包的配色，原价是将近3000刀的样子，打了7折，然后就变成1000多刀的样子，然后我就买了。然后就是它是链条的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背，是这样推一下，对，然后把它打开。我感觉好像不是很能装的样子。 Brother Willis 的一双鞋，是一个小众的鞋子的品牌。这个看一下，你看这蝴蝶结有多大，还蛮好看的哎，而且是大地色系，我喜欢的，希望它不要小，因为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脚有点变大，我还挺喜欢的。穿上看一下，好看是好看的，但是你看脚后跟在外面小了，我可能会去换一下。蝴蝶结是帆布的，然后鞋身是有一点点那种编织的感觉的。然后这个包裹是 Selfridges 的，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舒库的刷子，应该是一个我买了一个眼线、就眼影的那个 liner 的一个刷子，就细细的这种。我的刷子大家看我化妆视频应该也知道，就是只有舒库的这一整套，然后我觉得都很好用，就每一把都很好用。然后买了一个还是舒库的化妆海绵，一个化妆海绵还给我拿这个，有一个小皮袋子，还蛮细心的，就是一个普通化妆海绵。然后是一个大的 forward 的包裹，买了一顶帽子， Sensi Studio 的帽子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大概这样，就比较有度假风情的那种。我今天穿的不是很合适，我喜欢它这个浅色，因为很多的帽子都是那种
驼色或者是一点点米色的这种，这个就是比较浅的乳白色，然后配上这个缎带就很有海军风。Alexandra Rich 的一个新的新认识的一个墨镜品牌，它的墨镜是那种带链条的，然后那个链条会垂下来，就是也是有一点点装饰的效果，就窄窄的这种墨镜，我还蛮喜欢的，而且很轻。你看链条上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装饰，这样，因为我在网站上首页看到这个墨镜，然后就是模特在戴，就很有风格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是不是挺酷的？但是我感觉这种戴这个墨镜应该要搭配那种比较强势风格的衣服，比如说西装啊，或者是你知道就稍微 statement piece 一点感觉的衣服。然后是一只 Halt Gaia 的包包，是那种叫什么藤条竹条编织的，有点优雅感觉，但是又很有度假风的那种，就很 ladylike， 但是又很不知道优雅。就夏天搭那种纯色的度假裙 ，PH5 给我寄的，他们给我寄的两条裙子，就蛮好看的，是那种针织裙，但是，哎，这是个半裙哎，很夏天的感觉，有点运动感，小 top， 然后配刚刚的那个小半裙，就一整套 look。好啦，开箱大概就是这样，因为快要搬家了嘛，新家我有点不是很确定。寄送东西会不会很方便，所以我就最近就买了一波东西，就想说到新家这样就可以有一阵子先塞到档，可能就顾不上买东西，我就想把想买的就先都买下来了。大家看我们这儿好几个宝宝，一个两个三个，你好呀，要不要对镜头说个打个招呼。这还有一个林曼的宝宝，四个宝宝，大家都吃完饭了，刚刚在那吃了一些 taco。 珊珊你是不是在这儿提前预习一下？珊珊这里还有一个女宝宝，几个月了？七个月？八个月？八个月了。是，这有一个九个月的宝宝，三十八周，根本看不出来。哎呦，我们家的母婴专区，小朋友和妈妈们都在这里。我来拆一下，他说是一个，我以为是一个小熊那个玩偶。头掉了，看起来有点惊悚。是这样的，就是把头拿下来，然后就可以喷。对，就感觉有点那个啊。就是每次都送我 Moschino 的东西，就是他给海星送了好多 Moschino 的那个T恤衫啊，然后套头衫啊什么的。下面是林曼送的礼物开箱。很可爱，便当盒，就是那个说是让海星上幼儿园之后，上学之后给他的，我就不打开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本书，是不是？嗯哼。1000 Things。绘本吗？就是教那些很简单的，一二三四，还有颜色那些。漂亮的，对。嗯，我们就觉得挺好，然后旺夫也挺喜欢的。小象给阿姨呀，小象给阿姨，好的，谢谢。把这个长颈鹿递给姐姐去，快，姐姐在那边，给姐姐。好了，先给姐姐。哎呀，真好，你姐姐跟你玩。我们还有一对朋友送给猫咪送的礼物，就是大家都是送给宝宝的，就各种都是给宝宝的礼物，就只有这位朋友送给猫咪的。我们一旦出去玩都会把猫咪寄养在他们家，所以他们对猫咪就比较有感情，就给猫咪买了小玩具。猫咪呀，要跟猫咪碰碰头吗？猫咪碰碰头了。妈妈穿的什么啊？来，去抱抱。它一直在抓猫咪。
哎呦，要跑起来了，宝贝。来，坐这儿。我们现在在我们当时深海新的医院，然后今天收拾了一整轻车熟路，轻车熟路。然后我们的两个好朋友同时就是就在今天同一天，然后在这里生宝宝。从这边进。我们就是来看他。我们今天其实收拾了一天的行李，因为我们明天就有搬家公司的人来我们这里，帮我们搬行李了。所以今天其实就整个都灰头土脸，然后我就立刻换衣服，然后稍微洗了把脸，洗了下手什么的，就过来看他们啦。然后就很开心，因为觉得很有缘分。就这两个朋友，一个是小新的最好的朋友的老婆，一个是我大学高中最好的朋友。所以他们能今天一天生，我也是没想到，就很巧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之前就是在那个房间生的，就这个房间生的，还行。然后这次再回到这个医院，就觉得好奇妙啊。产妇是妈妈 number one， 好可爱呀，小宝宝真的好可爱。哎，比我们海星刚出生的时候好看太多了。哎呦，我不敢当。你看人家小红嘴唇。我们看完了一个宝宝，现在去看第二个宝宝。西瓜只剩半盆了，有没有？宝宝好可爱呀、啊！而且他们宝宝是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比我们海星更好看了，因为他皮肤很比较白，比我们当时白，然后也没有那些膜。海星刚生出来的时候，脸上就还有一层膜都还没掉呢。来看龙飞啦！哎，我们困了，姐姐，宝宝 number two。哎呀，你气色怎么那么好？因为我美呀、啊。我刚才生了八分钟生出来的。哎呀，挺疼的。夏夏眼睛没了。今天是小眼睛宝宝。给小狗狗摸摸头。大家好，现在是一个周六，然后今天是我们的搬家日，就是我们今天就会彻底从我现在这个家里搬走。其实这一周的时间我们都在陆续的进行一些打包啊，然后就是操办一些事情，心情有一些差，因为就是有点舍不得走。就我是特别喜欢我们现在这个家，就整个家的感觉啊，然后院子啊，然后我也是在这儿生的海星。哦，先分享一下搬家的事情。就我们这次搬家找的是搬家公司，他们就是会帮我们进行从打包，就所有东西装箱，然后一起在运到湾区，然后到湾区之后再帮我们把东西给拆开，这样子。就是我们其实是比较省事的，我们只是进行了一些整理的操作，就是把不要的东西留出来。我们是今天开车去湾区，然后大概中午左右的时候走，所有的家具是后天到我们新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这两天就会先住在我的亲戚家。然后因为车上的空间有限嘛，所以所有人的行李都被压缩到了一个极限。我带的行李就是一个小小的箱子，然后一只包，然后这里面装的是一些吃的，就是路上可以吃的一些吃的。我觉得猫咪心情有点不好耶，今天。哦，这床不拿去了。臭的我们都哭了。谁换尿布裤提醒你啊？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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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宝宝今天心情也不好、嗯、哦，宝宝，猫咪今天心情也不好。嗯，好了好了，这就好了，换干净，换干净了多舒服啊，是吧？嗯。给妈妈呀，嗯。其实。之前也一直都没有做过类似于 home tour 这种视频，想说今天家反正都已经搬空了，然后我们也要搬走了，就稍稍的做一个 room tour。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目前还没有计划要卖掉，就是我们计划是
至少保留一年吧。对我们保留的就是我们这间 master bedroom， 就是我和小星的房间，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，对这个房间，因为我在这里也拍过蛮多照片的，就我很喜欢这张床，这个床垫非常非常的舒服，然后之前这里有一个那个梳妆台，我一般就在这里化妆什么的。其实我们这间 master bedroom 还蛮大的，然后光线没有特别好，但是我觉得住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因为夏天这间房间是非常凉快的，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墙壁的颜色，我每次发照片在网上都有人问说墙壁是什么色号，但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住进来的时候这个房间就是都已经装修好的。然后这就是我的更衣室啦，现在就已经空了，就有一些我不要的鞋子还放在这里，然后有一些我不要的包包，装包包的柜子，这里是专门做了一个装墨镜的柜子，现在都已经清空了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洗手间，我很喜欢这个洗手间呢，因为它整个就很宽敞，然后很舒服，用着非常舒服，颜色也漂亮。然后外面就是我们的院子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浴缸，但是现在有点乱，因为它装了一些就我留在这里的东西。这是我们的客厅，现在已经搬空了。餐桌我们不带，现在留在这里，因为对这个餐桌小新还有我爸妈谁的都不是很满意。这是餐厅，然后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洗手间，就是客人用的洗手间，我妈的房间，然后小新妈妈也住在这里。这个房间好处是光线非常非常的好，其实这个房间在一楼，然后离厨房比较近，其实是比较吵的一间，但是我爸妈他们不介意，而且他们希望住在一楼。就我们的厨房现在有点乱，但是现在都在收。抽烟机也是为了生宝宝之后，就生宝宝之前换了一个抽油烟机，就抽烟的力比较大。而且我超喜欢我们的这个冰箱，我们的冰箱一般是别人家冰箱的两倍大，就超级大。看，里面还有很多没有吃完的东西，就很大。然后我们的一个 family room。这个房间一直都没有，其实空间非常大，但是一直都没有被利用起来，就只是圣诞的时候在这里放了圣诞树，然后这个壁炉很漂亮。然后这个房间是洗衣房，洗衣机烘干机都留在这里不带，然后这里有一些柜子。上楼看一眼这楼梯，我们是生宝宝之前，本来这都是木地板的，然后生宝宝之前我们想说宝宝在楼上住的话，那我们就应该把它弄成地毯，这样就不怕宝宝就走路啊什么就不怕摔，而且也比较安静，就楼上走来走去什么的不会吵到楼下。这个就是我们宝宝的房间。妈呀，我好 sad， 好伤感呀，我真的很想哭，整个就很想哭。现在这里是客房，这里是客房，但是因为这个房间离宝宝的房间很近嘛，所以我生完宝宝之后，我和小新就从楼下搬到了这间房间来住。然后这里是一个洗手间，就是也很大也很漂亮，其实很大，有一个大浴缸。然后外面是我们的院子，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院子啦，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。六棵法国梧桐树，就是院子这边是一个木头的 deck， 就宝宝很喜欢在这边玩。我们的垃圾桶都在这里，一共有三个垃圾桶，两个，然后每周现在都满满的，因为搬家扔了很多垃圾，都还没有来得及丢出去。这是我们的车库，看一下，要卖掉或者捐掉的衣服或者鞋子，然后这边是要搬走的东西。房子是这样子的。前面这边有一棵很高的树，就是我们有一只雄孔雀就住在这个树上。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前院啦，我们的房子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房子，就其实它外观看起来蛮朴实的。 room tour 就是这样啦，就我自己其实真的是很喜欢这个房子，就是我觉得住起来很舒服，然后整个的装修风格啊也都是我喜欢的。妈呀！
什么？你看你，你猫咪要、啊、猫咪要，猫咪要咬你，哎哎哎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哎哎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啊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只的双眼皮怎么不见了？饿不饿，宝贝？该饿了，宝贝该饿了。